好，大家好，现在是凌晨的2点钟，那接下来扮演这首晚安啦，晚安啦，开始，好，那这首歌呢，主要是告诉大家，怎么对你身边人勇敢说出爱，那你可以借由音乐的方式、文字的方式。拍个小电影啊，或是画画那个，表达出你想说的话。那通常来说呢，年轻人，我们现在的年轻人，非常喜欢用性行为来表达爱。那，可是等一下，可是在我这边所谓的性行为，指的是两性之间的正确行为，简称性行为。好，干，那不是废话吗？马上带这首温暖的。凌晨3点钟，这一个我想你的夜晚，应该不应该？成功。